一个假的还这么嚣张。好啊。味道真不错。你竟敢耍我，区区一个实习生你敢这么嚣张。我刚刚又没有说要给你喝吧。你我的裙子。顾芷溪，就算你是主管，公司规章制度规定你也不能打人吧。这衣服是从洗衣店里偷来撑场面的，是客人的衣服，一件要50000，那什么概念。你个土包子，知不知道这身衣服多少钱？你赔得起吗？卖了他都赔不起，还不赶紧给夫人跪下道歉。让我给他道歉，明明是他自己碰到的。不信可以看监控。你这么紧张，该不会这条裙子不是你的吧？怎么可能，只是因为我很喜欢他，所以我才心疼而已。怎么，这衣服不是总裁夫人的，还能是你这个主管实习生的？什么东西，还敢怀疑总裁夫人？就是，你这是空口白牙的污蔑，小心夫人把律师函给你。我有证据。你能有什么证据？他的裙脚上有字母刺绣，这应该是原主人姓名的缩写吧。